网友一秀日前早上六点准备开门做生意时，发现附近的浪猫点点等不及，竟直接钻进铁门，双手趴在窗户上，痴痴盯着店里，仿佛在跟老板说一位内用，逗趣的模样让一秀当场笑翻。一秀表示，点点经常在附近出没，总会一大早在门口喵喵叫打招呼，一路陪着店家到下午休息。连收店的时候，点点也会很乖的看守铁门，是只很可爱又爱撒娇的天使猫，深受街坊邻居的宠爱。
你一直害怕分心，我自己趴下了，等一下你们自己变。握手，好，换手，换手，换手。你一直害怕分心，我自己趴下了，等一下会不会自己掉？换手，换手，好，拜拜拜，哇，好，趴下，趴下，好，变，好棒哦！下，坐好，握手，握手，趴下，趴下，好棒哦！来，过来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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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好，来，坐下，坐好，真棒。弟弟坐下，坐下，坐好。你怎么会？谁教你的？弟弟坐下，坐好。